抱抱。主播好像也没什么印象。流云玉兔，哎，纯洁的那个哎，锦绣花场。一直演示到那个鸡嘛？因为我怎么觉得我这个也中奖了？哎，里面有个繁体的。哎，我要让他跟这个合照。这个是，这个也很有名哦。这个是那个。烈焰军人，你看他躲在这里干嘛？他到底躲在这里干嘛？欸，我想把他炸下去哦。像我这只好像没什么装备，对啊。欸，我跟你们讲一下 ，FB 登录那个登不进去耶。FB 登录是不是突然坏掉了？这样没办法开之前那一只。